金鸡奖女星行透暴露咖位，杨颖一袭全球首穿的高定礼服，造型唯美又性感，搭配奢华的珠宝，她的咖位绝对不容小觑。舞台装是抹胸黑色礼服，有种赫本式的优雅，让她自身的气质更绝。败就败在没有作品，输就输在没有实力，没有深入人心的经典。倪妮这身绿色吊带礼服和杨颖是同一品牌，不过却属于过界高定，就连珠宝也没有杨颖更有底蕴。礼服的轻纱材质有种若隐若现的美，让倪妮有种飘渺的仙女感。佟丽娅这身淡紫色抹胸裙属于高奢的过界高定，在国内却是首穿，让丫丫有种大气又温婉的气质，让人不得不感慨她资源真的很好。关晓彤这身礼服也很绝，是高奢品牌的超级礼服，奈何并没有衬托出她的好身材，还挤出了腰部的赘肉，真是让人无语叹天，这造型师到底怎么了？高圆圆这身黑色长裙是自己全球代言的品牌，虽然一丝不露，却依旧秀出她的美好身材，满满的都是御姐范。张小斐的咖位不断在飞升，一场盛典穿了三套礼服，一套是一线大牌的当季礼服，一套是新贵品牌的高定礼服，最后一条更是有高奢珠宝点缀，展现出张小斐不同的魅力。